主料，响鱼4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里脊剂蒸鱼豉油、青毛豆200克，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香鱼洗净，切几块，加入盐、葱、姜、料酒腌制半小时，倒去腌制后全部的汁水，加入里脊剂蒸鱼豉油，少许菜油，表面放上毛豆，放入蒸锅，大火煮开后改小火10分钟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倒去腌制后的全部汁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